Girl, I take the hate and eat that shit for breakfast. Hi, 大家好，我是妹，欢迎来到我的 YouTube channel。今天妹又要来分享一支15分钟的高强度间歇训练。相信大家都有看过去年我发的那一支，而且已经做到烂了，对不对？今天妹又要来分享另外一组，也是利用自体的负重，徒手在家里就可以完成的省时高效 HIIT 训练。如果你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开始挑战下去。今天这组15分钟的高强度训练，总共会有15个动作，每个动作40秒，中间休息20秒。准备好的话，就跟着我开始吧。第一个动作是囚徒深蹲以及波比跳的变化型，先做一个深蹲，接着往后跳开，做一个平板跳，回到深蹲，再起身。这是一个波比跳的变化型。在第一个动作先让大家快速暖身起来，主要锻炼到尤其是臀腿以及核心的全身的肌力，加油。10秒，非常棒。3 2 1，好，休息一下。下一个，我们从平板支撑开始，两脚轮流的跨步，核心收紧，也考验到我们上肢支撑的力气。轮流的跳跃，不要停歇，非常的棒。我知道你已经开始累了，你还有20秒，撑下去。最后的10秒，加油加油。5 4 3 2 1，很好。前面两个动作大家已经有感觉到累了吗？下一个动作我们一样回到平板支撑，用手来碰对边的脚，接着再回到平板支撑的动作，手可以大概爬个两步的距离。碰到脚之后，接着回到起始的动作，15秒，核心持续的收紧，也相当的运用到上肢的力气哦。5 4 3 2 1，非常棒。下一个动作我们会先从跨步蹲开始进行，一脚前一脚后，站稳了之后我们下蹲，做停顿的跨步蹲之后，后脚收回，抬膝，核心出力，吐气，停顿两下之后往前抬膝，在停顿的时候希望你完整的感受到臀腿的发力，向前抬起时核心躯干保持稳定，吐气，很好。最后10秒，跟我一起倒数，5 4 3 2 1，很好。待会我们从另外一边来进行，你可以从这个动作稍微的调整你的呼吸。来，我们从另一侧开始，左脚前右脚后，稳稳的做个停顿的跨步蹲，抬膝吐气起身，主要运用到臀腿以及核心的力气。
这个动作不求快，每一个动作都做到完整15秒。前脚的膝盖应保持稳定向前。最后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调节一下你的呼吸，下一个动作我们紧接着来到滑冰式的跨步蹲。往左往右的侧跨大步，同时间你的后脚向侧后的延伸，双手可以跟着动作一起摆荡。还有力气的话，希望你给我带一点跳跃的动作，尽量的往侧跨更大步，身体会有一点不稳定是正常的，保持你的节奏，调节你的呼吸，加油。最后的8秒，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，休息一下。下肢的动作还没有结束，下一个动作，先给我一个深蹲，基本的深蹲。往前2步，往后2步，身体不用完全的起来，重心一直维持在下方，控制你的身体，主要用臀腿来发力。这时候你可能会感觉到大腿前侧以及臀肌有明显的酸痛，非常的正常，加油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紧接着我们来到的是窄距以及宽距的深蹲跳，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开始吧。先从窄站接着跳向宽站的深蹲跳，我喜欢双手跟着动作同时间的去划开，像一个海星一样往下接着往外。妹的表情已经开始痛苦了，你的可能也是，请你跟着我一起撑下去，我们已经来到训练的50%了。倒数5秒，4、3、2、1，非常棒！如果你在这边还没有就此放弃的话，给你一个掌声。下一个动作会是登山者以及碰肩的变化型。先给我大约4下的登山者，接着碰肩。4下的登山式，核心收紧，碰肩2下。在碰肩的时候，可以调节你的呼吸，很好。6、5、4、3、2、1，接下来我们还是从基本的平板支撑开始，两手撑地，一脚往对边的手肘去靠近，接着再给我做一个核心收缩的感觉，往后方去抬脚，左右各一下。这个动作我希望你慢慢的做，特别感觉到核心的收缩，
接着抬高你的腿，15秒，慢慢做没有关系。4、3、2、1，很好。接下来是大家最爱又最恨的侧平板支撑。我们会先从侧平板的抬臀开始，做一个抬臀之后，紧接着做一个转体。让你的臀部下沉，接着用侧腹的力量抬起，接着手往下的延伸，接着视线向上的旋转，核心请一直保持收缩。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非常好，休息一下，待会我们换另外一边。预备开始，完整的抬臀之后，接着转体，下方支撑的手可能会感觉到有一点酸，是正常的。如果你做不到这个动作，下方的腿也可以支撑着地面，或者你做个基本的侧平板支撑就可以了。很好，最后10秒。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不知不觉来到训练的80%。有没有非常的有成就感呢？下一个动作来到蜘蛛平板以及交叉平板的变化型动作，先给我一个基本的平板支撑，一脚离地，往对边的手肘靠近，接着往同边的手肘靠近，也就是两个交叉，两个蜘蛛平板，核心持续的收缩，两手稳稳的支撑于地面，加油，保持你的节奏，我们还有15秒。10、9、8、7、6、5、4、3、2、1，很好，休息一下。下一个动作我们先换到仰卧的姿势，待会我们要做的是直臂的卷腹，两手合拢，从头顶往前做一个卷腹，胸口起身，脖子请不要过度紧绷哦，往左往右侧的做卷腹，起来之后慢慢的回到地面，你会感觉到你的侧腹肌有一点酸酸的。非常好，撑住，谁的腹肌已经在哀嚎了？3、2、1，很好。今天训练的最后一个动作，我们一样维持在仰躺的姿势，两脚屈膝，让你的手去碰你的脚， V 字形的转腹，一样 focus 在我们腹肌的力量，让你的胸离开地面，
而不是用脖子来出力哦。加油，最后的十秒，5、4、3、2、1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训练。相信大家跟我做完这一组也会跟我一样满身是汗，满脸通红，但是觉得做完的感觉非常棒，也很适合作为早晨起来的一个省时训练。好，那如果你有挑战完成的话，在下面留言打卡，或者给我一个 fire， 或者是给我一个强壮的手臂，恭喜你完成今天的组合，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